胡定欣呢日就盛装打扮出席品酒活动，提到陈展鹏日前就宣布同女友是文友嘅婚讯，作为绯闻旧爱嘅定欣又有冇恭喜下对方呢？有，其实真系好替佢开心。我哋喺个 group chat 入面，即系成仔英雄啦，有 group chat， 咁我哋都大家都纷纷即系留言去恭喜佢，系好开心。不过 fans 们似乎都好等定欣心急，想定欣可以快啲揾到真命天子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可能就是没有啦，可能他们知道我到就是在新闻上就看到我几岁嘛，年龄他们都全都知道，就是替我叫急，但是叫急不来，这是随缘了。